哦，美女难得玩熊熊，玩娃娃熊熊。我们一向不爱玩娃娃，他玩的东西都很奇怪。什么弹弓啊，整包的卫生纸啊，纸盒啊，卖场的 DM 啊，就喜欢玩那种抓起来有声音的，塑胶袋啦。这还是第一次看芸芸在这边玩熊熊，结果也不是好好玩，就拿起来乱摔。可怜的熊熊，果然你很讨厌他，把他甩到这里来。他就喜欢那个标签、商标纸。熊熊一定不乖。熊熊不乖，爸爸知道。熊熊不乖，熊熊不乖，所以你这样甩他，都要被他抱个歪了。歪，爱多只生。哎呀，爱多只生嘞。哎呀，你即摆来伫听，你甲我甲讲哦，要食奶奶无吼？伫听看电视哦，去爬来哦，啊爬来吼，伊就是要食。追到啊。嘿啊，啊啦，追到较好啊。啊啦，伊讲来倒。啊奶奶好不好？你几点起来？那看，刚刚就了，刚刚要爱困爱困安尼。我就跟你讲，昨下加乱到5点，过哩，过哩5点，要甲抱，要甲抱出去，困到到7点半，搁起啊。啊，你变暗公鸟。昨困到偌济啊？你加当到。你变夜猫子了。不是，加当到一拍电话，讲加当到一拍电话，当到二时啦。哦，喝奶奶嘞，好来喝奶奶。